觉得我们这种滑板选品店跟那种流行选品店逛起来有什么不一样？流行选品店基本上我要去，我都知道我要买什么。可是来滑板店就有一种好像在寻宝，开始喜欢就发现都是同个品牌。知道他怎么戴？哦，这个要反过来。我在滑板店里毛毛都不会戴，脱掉好不好？换我要穿。凶，哦，很有态度哦。幸福。真的不行了，我再挑最后一件相机，不要跟我去跟校长，不要跟我逛太久了吧？啊，耶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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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彭尊的彭尊，欢迎收看《谁来买报》，旁边是九十一老板 Sky。大家好，我是滑板给滑板的 Sky。他是可以念九十一吗？对啊，还是他要念 Nice？ 都可以啊，你开心就好。所以两个都通，因为我之前跟你拍片，我说九十一，然后网友就说要念 Nice， 好不然懂不懂？然后我就想说，不是啊 ，Sky 在旁边的，老板在旁边，我自己都在讲九十一，自己觉得没差的。对对对，因为我怕讲 Nice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店。其实九就是翻成英文，所以你们才有一个勾勾的感觉。对 ，Nice 很棒 ，Nice 这样子。如果今天以一个滑板的初学者来讲，你推荐三个品牌，你会想推荐给大家哪一个？以你的话，我会介绍你第一个 Butter Goose， 它就是走一个 Stussy 的路线，滑板界的 Stussy， 滑板界 Stussy，、哦、这样好懂。然后再来 G-X1000， 很有态度，它的图案我觉得你会喜欢，锵锵的那种。对对对对对，超锵。再来就是 Fucking Awesome， 你今天穿的这个其实就是很多 Fucking Awesome 他们会做的一些的感觉，对，黑暗一点，坏一点。既然来到滑板店，今天来买报的来宾呢，我们要找会滑板的，基本要吧。但我不知道滑的好不好，应该 OK 吧？欢迎客户下单。可以啦，可以可以。我们在元素逛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逛很多不一定你搜寻会搜寻得到的日本小店，逛逛我说不对哎，里面品牌你们家都有，是不是？我说干嘛不回来逛？然后最近又在看那个时代秀公园 ，Ikebukuro， 然后就很想要穿成那样子的感觉，但他也没玩滑板啊，他比较偏 street 一点，有点零零年 street 的一个态度这样。反正今天我们就是 Sky 会帮我们介绍一下，然后我跟孝泰，今天就不止孝泰，包含我买包，谢谢你们，尽量，谢谢老板，我们出发，一个把手，一个把手，九十一。位于西门町商圈，致力于推广滑板文化多年，时常举办相关活动。店内品牌包含 Fucking Awesome、Huff、Butter Goose、Polar、G-X1000 等等各式滑板品牌。这次呢，九十一提供 Butter Goose 的帽子呢，只要追踪 IG 并且在影片留言，就有机会获得。还有想和谁来买报单元合作的店家呢，也欢迎来信给我们。喜欢滑板的朋友在台北，应该第一个就是会来这边报道，应该要吧？最帅在这吧？谢谢。通常会挑什么滑板？然后它的一些轮架、轮子这些东西。它这样一组这样玩一玩，新手大概会落在哪边？3500到5500。哎，那好像也比想象中便宜，对不对？以你的才艺来讲，应该算是便宜啦。不是不懂的，你看我们就看 Supreme 一张，根本就没滑，它放着就要5000、8000。我们就没有炒卖价啊，专门卖一些专业的滑板品牌。其实很多人买滑板，他根本也不是拿来滑，有的是摆好看嘛，是做个装潢这样子。因为这个其实它也是面下面啊，上面都是防滑的。但有一些品牌像 Palace， 它就专门做一些上面的图。滑板品牌很多种，每一个品牌都有不同的图案、不同的风格。但是因为你是小白，你就挑一张你喜欢，对，尺寸对就好。啊，因为孝泰他玩过，他一定很知道哪一个品牌是他喜欢的。所以在健身，那我就挺需要那种烧耳巴塞隆那的牌子，他们那边最著名就是海鲜，最著名就是虾子。哦，认真啊，认真认真。你每张板我随便挑一张，你都讲得出，当然讲得出故事，当然。那孝泰你挑一张，我们来考一下 Sky 啊，基本专业不用担心，这个就没问题了吧？这个冠军。日本冠军，他叫什么名字 ？Yuto Horigome 是吗？是 Yuto Horigome 世界冠军，世界冠军，奥运冠军。哎，哥，我觉得这是滑板的不一样文化，是他把一个人印在上面，这样子拿感觉超吉利的。但是真的很多品牌都会把他选手的照片放在上面。你看上面那个 Fucking Awesome， 每一个都是他选手小时候的图。哎，真的，这好像就比较不是篮球啊或什么，他们可能会有一个 posing 一个动作，他们很少会直接投这样。这张也很帅。哎呦，都喜欢一些欧洲的品牌哦。艺术感哦，艺术感有，专门挑那种我看不懂的，你知道吗？G 叉他喜欢 G 叉在那最冲的滑板的，快死你过来哇！旧金山很多下坡，他们就不怕死，冲下坡。盖哥，我今天可以睡这里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你就睡这。那隔壁这是 Fucking Awesome， 我觉得你可以买 Fucking Awesome， 感觉是你喜欢 Fucking Awesome 的特色就很鲜明，感受出来。你看又来艺术家，艺术家哇，艺术好狠哦！这间店好会调侃，还要调侃来宾哦。
你看它其他的板子也很酷，你摸它上面是有凸凸的 Fucking Awesome 的字体，它的底层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当你磨的时候，我们滑板会磨，技术会磨这里嘛，就会凸出来，它会跑出来，它会浮现出来，对，它字会跑出来这样。Palace 其实很棒，而且它有很多技术在里面，你看里面有那个雷射的，哦，那很帅，有的是有做两层，所以有的时候你磨掉之后，雷射会再跑出来。像 Palace 它其实大家比较多知道。是他的服饰嘛？对，你们有卖这个，但你们服饰也有吗？没有，为什么？他是有分开，是不是？对，他的服饰只给流行的店，但是他的滑板只给专业的滑板店。谢谢大家，来宾。亚洲他只给几家他认同的滑板店，他才会给。讲到 Palace 就会觉得说这是英国的 Supreme 嘛？对对对。那真正 Supreme 你没有想说台湾来卖一下 Supreme 这样？我有想过，但他不给啊，他就是没有给任何的滑板店啦，但他自己要卖，商业操作。然后呢，走过来这边就是这算什么轮轴吗？我们叫它叫轮架。轮架，那它轮架其实也有很多，应该是在底部上有一些变化。这是 Galaxy 吗？我用我英文嘛？你又是拿一些艺术 ？Tutor ABC Amazing Talker，I'm right。Here, 我们没有玩滑板，没想过，这边也是可以做变化的。对，但是轮子我就知道，轮子是一定可以很多变化。轮子的消耗量是不是就大了？其实也还好。譬如说我的轮子，我上一个是用了一年多，所以其实也没有到消耗量那么大。哦，对，而且你每天滑，那我应该可以用20年。啊，轮子其实有很多专业点，有硬的、软的，有大的、小的，跟汽车轮子一样，传递给你的脚感也不一样。有雨胎什么的吗？没有到雨胎，但是它有一些软胎，像这种很软的，它就可以让你适合在比较地面。比较不平的状态，反正这里的店员都告诉你嘛，你就会挑一个你喜欢的图案这样子。我们现在到我们的主力区 ，T 恤出发。我挑一件 Fucking Awesome 最坏的好不好？这一季最坏就是这个。哇，这个太坏了，这不行吧？我自己原本想拿来我自己穿，后来考虑一下还是不要。当女儿的人啊，没事，把它放回去，放回去。总是有一些坏哥会喜欢吗？帅哥，我这一去就花很多时间了，因为我们刚好按照品牌放，你在直接进入了 Fucking Awesome 的漩涡里面。真的，像我这边翻到，开始喜欢就发现都是同个品牌。我一直在看 Butter， 然后你一直在看 Fucking Awesome， 卡住了啊！那我觉得很清楚，因为他就是滑板人，那，你就以流行的角度去看。哦，我就只是看喜欢，很清楚可以知道你们的口味在哪里。所以你早就已经猜到了，一定的啦。那我先去看衬衫，衬衫就是你的菜啊。笑太刚刚说我一定会。选这一件，我也觉得，不然就是这一件呐，啊。好像是哎，这两件我要做一件抉择。对我来讲就长一样，只是看什么颜色，你喜不喜欢？对，我开壶啊。哇，买了。我那我可以试穿一下吗？可以可以。讲得那么笃定，然后就先试穿。快到上。哇，码的可以吗？码的可以呢，可以哈，可以，好 ，OK， 帅啊，这件帅，我觉得这一区是他的区域，对啊，他的区域啊，可是我刚肖恩拿这件，我觉得这一件他适合这一件吧，没看过你穿那种衣服，因为我刚刚也选这一件，然后又是老板选的，所以我来试试看，我以为你要说，所以买了，还是有在思考的，理智，这 G X 就是你一选，啊，你一穿，大家就滑板你就知道，哇，这个 G X 这样。不知道什么到滑板店就会特别想要找那种颜色比较鲜艳，我觉得刚好你自己也喜欢呐，啊。没有，我平常也不会挑鲜艳的，对。但是来这边就觉得说，是不是应该找一些平常不会穿的颜色？太帅了吧！扣打怎么样？帅。我觉得这件很少人可以撑得起来。真的吗？我可以吗？可以。这个要有一点点街头坏小孩穿，其实是，嗯，不然大家会觉得很像上班还干嘛？这你穿应该。焗掉，焗掉，很像在 Seven 打工。焗掉，因为现在是夏天，所以东西就是这里而已。其实我冬天来的时候，哇，真的是很狠呐，超帅，每一件都想要买。可是我其实夏天还是会挑冬天的东西。夏天的时候买，冬天的东西比较便宜一点，打折，对，比较便宜一点。其实滑板最近流行很特别，就是针织衫很流行。在日本的那个滑板店，他们也是穿针织衫，这种开襟的 cardigan 的针织衫，我也很推荐。我觉得你们可以。我那时候不在日本，就说日本超多这种，台湾都没有。台湾没有这种开襟的，对，那个蛮适合你的，拉链的，就是我的，确定了，确定的，哇，这个一定要，这个真的很帅，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一区区逛，会想要全部逛完，然后再慢慢再想，对，你觉得我们这种滑板选品店跟那种流行选品店逛起来有什么不一样？我觉得那种流行选品店是因为我本来就在那个地方里面，所以基本上我要去，我都知道我要买什么，很清楚自己要什么。我只是去然后试穿，然后看人家感觉怎么样 ，O 不 OK？ 可是来滑板店就有一种好像在寻宝，预料之外的，对对，它也很跳痛。我想这个，这很可爱，因为这一件笑他一定完全没有感觉。没关系吧？没关系，因为滑板是接受大家的吧？对，每一个滑板喜欢的也不一样。笑太最好适合你哦，最蛮帅的。
我很喜欢这种拉链式。我也是。嗯，你现在不要两个一直好像都一起的，好滑板人啊。这个蛮帅。哎，这有整套，我觉得你要买整套。这有整套，超帅。哦，这好帅。还有没有长裤啊？有，应该卖完了。我很少那种宽宽的长裤哦，可以盖住鞋子那种。Butter 的很棒。他们的特殊就是口袋这边都会有一个 Q 的 logo， 然后它的版型很漂亮。那你推荐我一条吧，这一个跟这一个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它就是要这种感觉。对，它就是要这个感觉。有点堆叠的。对对对，然后它的这里的宽度才够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后面是个地球的。它这个是 World Peace 一些大爱。真的就要看这些，其实滑板蛮多童心的。对，没错，幼稚。蛮特别一件事，因为觉得他很酷，可他们觉得喜欢很中二的东西。对，没错，都这样的。嗯，超多。不是啊，我有件事想说，买了。啊、哦，谢谢老板。有些裤子还真的是因为版型，就必须得拿大一点。这个滑板裤还是要看它的裤型。彭主任，我觉得你可以吗？你说他们家的短裤啊？你说什么袜子？可以看一下，帮他看一下，看一下、嗯、造型要注意。谁是来宾啊？帅，你一定要帮我穿一下这个蜘蛛人啊，最帅，很强的滑板人都有穿这一套，欸、很帅哎，哇，好不习惯哦，真的是来被改造哎，我懂意思了，但好不习惯啊，你又不习惯，我觉得很帅哎，我穿掉这件裤子我就很不自在，脱掉好不好？换我要穿了，凶哎，没有态度哦，我马上找一个滑板选手穿这样给你们看 ，Hockey 的，他应该堆不止一层，白沫应该不止一层，有点凸胶的感觉。我觉得滑板的毛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。可是为什么他们那么喜欢戴毛帽？外国滑板其实会冷啦，但是我觉得冷跟热不是问题，就是帅。这个我好不习惯啊，好不适合我。这他怎么戴？哦，这个要反过来，我在滑板界连毛帽都不会戴，对，这样，对，然后他就拉到最底，他这一款就是要这样戴，尽量眼睛快看不到，快看不到的感觉，要看得到吧，因为我刚做完 Smile 雷射手术，必须要看得到，哎呀，大家眼科 I got you， 哦，这种感觉哦，这样就合理多了，像有点像海贼王的角色，中二哦，罗的全名叫什么？罗拉法拉罗。我、哦、没有想过这种可以戴这种毛帽，可以吧？其实蛮帅。等一下你可以多戴几顶毛帽，真的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元素，对，一个态度也好，一个商品也好。戴着毛帽穿这样，你看我的站姿，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叫我站直了，我一定要这样子插口袋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。街头坏坏，今天感受下来很舒服，真的吗？就追求一个舒服，因为宽宽松松的，然后它不需要太复杂，不需要堆叠层次什么，对，舒服。我去打球不可能穿牛仔裤打球，可是滑板就真的是穿牛仔裤去滑板，没错。所以他们东西真的要追求可以去。实战，对，又可以玩滑板又可以帅。我记得你跟我讲过滑板比赛除了技巧外，他们还有一个叫 style， 对不对？对，它其实就是你招式的风格。可是你招式的风格当然会随着你穿什么，其实他们自己应该没错，就像舞台风格一样的，不一定只看唱功。哇，给你拍拍手，讲得很好，买了买了。这个滑板鞋呢，是我觉得我穿过滑板鞋面最舒适的。它的科技是用全环保材质去做，适合老人新手。但是为什么会特别介绍这边？我有穿过这双，啊，平常走路可以穿，我觉得还不错。跑步不行、啊，打篮球应该也不行。就好看呐、啊，分享一下，如果大家滑板鞋不要入手。你戴帽子其实我觉得算蛮好看的，是不是因为把脸遮住了？橘色的是不是可以？可以啊，我觉得你戴帽子其实真的蛮好看的。先把标签撕掉看一下，这标签很烦啊。买了。吃掉就要买了，耶、yeah! ！谢老板，谢老板。最后了，帽子买了，真的不行了，我再挑最后一件，相机不要跟我去跟校长，不要跟我买了，第一次还自己下了，好烦了。A 的帽1600，阿迪的帽1400，这两个是我唯一知道价钱的，其他我都没看。然后这件巴特。比想象中便宜哇！ Wow, 有钱人在结账了，3500比想象中便宜。不是、啊，我就想 Stussy 啊！啊、oh, ，对对对对对，确实没错、啊，对对对。但我最担心牛仔裤。8000牛仔裤3200。哎、欸，还好吧？不是啊，怎么便宜？我心里以为是5000多，对吧？3500。哇、欸，其实都才3000多而已，其实算便宜。你对牛仔裤的认知会觉得它很贵啊。八折就是真的价格算是 OK。14600。可以，谢谢老板。我觉得笑他会爆掉。你好。我要买这个全部。好，没问题。太久了吧，逛太久了吧。这件 Independent 短袖900，这件 Butter 的牛仔外套是3800，然后加这件 Puff 的针织外套，这件是4000块。牛仔外套的短裤是，这件是2800，两千八。然后加你身上的衬衫是3200。哦，这个 OK。然后裤子也是 Butter 牛仔裤。3200。哦，这个3200。欸、对你跟我一反应模一样。这3200。裤子超便宜，对不对？比我想象中的大丈夫です。Polo是
17,900。啊，いいね。谢谢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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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谢谢。買います，我要买。信用卡、现金。这不是你的裤子，怎么可能会有、会有信用卡？信用卡，等我一下，跟那个大家报告一下。我们今天几点开始拍？2点多。现在4点半，校台逛了2个半小时。麻烦了，那个有打折吗？要分期，忘记跟你讲。等了校台半小时，挨个都准备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他买比较多，种比较小包。哎，对，我早上比较小包。他穿在身上了。啊，对对。哎，谢谢老板，挨个都准备。希望下次再次光临，没问题。谢谢，谢谢。我们冬天见，谢谢，冬天见，很好。哇，期待冬天了。